十六岁少年狂笑，报废气血凶险丧命。哥，你不要笑那么夸张啦，小心报废。什么是报废？我们隔壁班有男生跟他朋友在素食店，不知聊啥八卦，结果大笑。突然肚子剧痛，脸色苍白，好像休克，吓坏了朋友。送医后，医生说因为他笑得太用力，导致肺泡破裂，引发自发性气血胸。积血1100cc， 医生引流积血，再输血2000cc 才救回一命。他说他再也不敢大笑了。太可怕了，我以后要笑含蓄点。它是一个罕见的一个气血胸，然后用腹痛来表现的一个症状，输血点，把它停止掉之后，帮它血管绑紧，那让它输血点把它停止掉之后，然后再将它胸腔的一个血液把它排除掉，这时候呼吸才能变成正常。